最后一天毕业音乐会涌现大批支持者前来相送，特别的是现场还出现了一位天使，这边有一个装置艺术，不要怀疑他是真人，而且他扮演的是天使，天使上面还有一行泪，他今天也是要来欢送我们的韩市长，在今天是他的这个等于说最后一天上班的时间。一名韩国的支持者利用石膏和白色颜料把自己全身从头到脚染成白色，戴着特制假发，背上一双大翅膀，化身行动雕像。他更在脸上画了一滴眼泪，象征天使的眼泪。尽管顶着酷暑高温不停流汗，但他仍然穿梭人群当中。虽然他全程微笑，双手合十不说话，不过坚定表达支持立场相当明显。民众看到他也觉得很新奇，争相和他拍照留影。我觉得他是很新奇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然后他代表的含义就是和平。自由，个人各有主见，对立没有用，大家和平相处吧。韩国支持者面对韩市长最后一天的任期，难掩感伤情绪。不过他们更希望天使的出现，象征高雄经过罢免案之后，能够共创和平，不再彼此对立撕裂。记者李佩轩、苏振荣 SNG 小组高雄报道。